中方呢也注意到这个声明，近日阿富汗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，一些国家的驻阿使馆人员和外国公民正在撤离，部分的阿富汗民众呢也有离境的打算。我们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阿富汗境内安全稳定，维护好社会治安和秩序，保障阿富汗人民以及外国在阿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，为相关人员的撤离提供必要的便利，安全有序地推进相关的工作，尤其要防止避免造成人员伤亡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呢已经表示将采取负责任的行动，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的安全。